新加坡呢一年有唔少嘅名牌酒店进驻，记者就试住咗三间，价钱分别为平、中、贵三个等级，睇下有冇边一间啱你心水啦。Jade Marriott 去年年底就在新加坡南岸插旗，找来英国建筑大师 Norman Foster 的公司设计，香港机场和汇丰总行都是出自他手的。酒店的玻璃幕墙和利落的线条都非常富有科技感。18楼的空中花园有酒吧和无边泳池，对正滨海湾艺术中心，市政厅还有后方的商业区，景观真是一流啊。而家入去睇房先。咁但系呢一度咧用色比较活泼嘅，咁同埋有好多镜面，咁感觉咧就好似屋企咁样。酒店楼下就系呢一个地铁站，或者行七分钟就去到市政厅站啦，交通好方便噶。第二间要介绍的就是刚刚在四月新开新加坡第一间 Six Senses， 位处于唐人街，室内走贵气的宫廷风格，属于精品酒店。49间房全部都有不同的设计和间隔，可惜的是没有健身室和泳池，但地下呢就有间餐厅和酒吧了。这间套房用了黑色做主色调，加入金色摆设做衬托，俾人低调豪华的感觉。呢间咁靓嘅套房咧，全间酒店系得三间嘅啫。咁佢每晚咧就要3000蚊一晚啦，即系除开大约1500蚊一个人。咁就有一个独立嘅睡房啦。之後出面有客廳，同埋有一個好大嘅洗手間。壓軸呢一間價錢就好親民，950蚊港幣就住到一晚啦，都係萬豪酒店旗下，格局就比較似商務酒店。呢個價錢嚟講咧，其實都幾大同埋幾市正實用嘅。訂房嘅時候可以揀面向濱海灣或者 Novena 區嘅市景。步行两分钟就去到呢一个地铁站，呢一区就比较多餐厅可以拣。唔好睇小佢咁平，33楼嘅天台有齐泳池，仲有健身室添。就算唔系住客咧，都可以上嚟呢个天台酒吧点杯嘢饮，望住呢个劲靓嘅 Infinity Pool 嘅 feel。因为咧周围冇高楼大厦，咁所以咧个 feel 系好开扬、好靓噶。今年嘅 Apple 发布会靠晒你啦！我会努力完成任务，将最新嘅 iPhone 带翻嚟噶啦！想睇最新 iPhone 消息，即上 Gadget Guy Facebook page。